记者赵新天综合报道。 LPGA 赛事本周移师加拿大，台湾名将曾雅妮今天在 CP 女子公开赛第一回合以69杆完赛，暂时并列35名。 CP 女子公开赛第一回合场上女将杆数都打得很低，目前并列领先的日本新秀冈奈沙、泰国艾利亚和哥伦比亚的乌里贝都打出64杆，丹麦的梅森和美籍华裔的任天齐都是65杆并列第四，还有七人缴出66杆佳绩，包括地主球迷的最爱杭德森。请继续往下阅读。四名台湾女将以曾雅妮成绩较好，她打出四个伯利，只有一个百计，低于标准杆三杆完赛。徐威玲今天打下两个伯利和两个百计，靠住第12洞的老鹰进账，她以70杆作收，暂时并列52名。钱佩云今天打出71杆，李敏则是72杆。曾雅妮今天在 CP 女子公开赛第一回合暂时并列35名。资料照，记者赵新天社。